来，我们看分身狂战，今晚表现如何就看你了。那我们也不要说什么偏心干嘛的，我们全状态，用最好的状态跟他靠。战斗卷都吃了吧？这个买一买都有了吧？一切准备就绪。狂战的水喝比较凶，所以我们买多一点。好啦，公平了哈。我们这一只到底能不能把这个炎魔尬死呢？我真的不知道，没有试过，今天是第一次尝试用狂战靠。那这个狂战的数值再看一下，127/107%暴击减免29，然后状态是这样子，就穿君王套装，拿加9银斧。这个戒指我看了我都笑了，双加二戒指还没祝福，还防御的，然后没有徽章，我没有偏心哦，真的没有偏心，是这只分身，这一只是分身。要压血，我没有技能不用压啦，我就是一个纯白技的狂战，我连什么力量都没有学，看伤害面板怎么跳的。你说这个、哦，这个跳动的数值挺可悲的，龙豆跳超快，我被晕了，这次被晕，开晕，一刀大概100出啊，100多的伤害，我应该可以大胆的跟你们讲结论啊，打不死啊。那如果这次狂战，你们都说狂战的输出比圣剑平 A 还高。那如果我的狂战现在这个面板都打不死他的话，那我的圣剑也不用打了，我可以直接换龙豆了吧？目前是11万啊，其实输出还蛮高的，老实讲输出其实不低，因为三倍的关系吗？没有三反的情况下被打很痛，可是他喝水的效能很高，十分了，差不多十分了，我看一下哦，15万呢，我这样子靠15万感觉还可以耶。小压力的伤害300到350，看这么高，那这样其实狂战的输出不低耶。我们敲个半小时看一下，最后不行的话，我再立刻切龙豆来救援投手一下。25分打不死吗？快死了，还不做70万，70万嘞，快死了吧。Later，他不会死哎，是不是龙豆坚强，狂战无力啊？只是80万，我们撑到80万，给我个机会。80万他还不讲，他再不讲话，我就要撤了。好，80万，我要放弃了。救援投手，来吧，看来还是要特质系型男啊。我们果然是个型男，来吧，救援投手启动，龙豆魂爆发，龙豆数值140/106，我们来看龙豆的伤害累积啊，看吧，它比狂战快啊，比狂战快三倍啊，对吧、啊？这个输出不能比啊，你看一出来他就讲，一出来就说话了，哦，伊塔米欧扛吉鲁。单刷门槛哦，龙豆的单刷门槛面板伤害大概是95以上，带血鬼娃95上下就可以把它 KO 掉了，只是打比较久而已。这什么副本？这是突袭第五关。这版本龙豆伤害真的是爆炸高啊！今天如果你要比满状态啊，如果狂战满状态，技能全学的话，狂战的伤害会很爆炸。但是我们今天就单纯比一个分身没有任何红技以上的情况去比的话的输出啊。这个真的倒数了，我没有骗你们，这真的倒数了，已经快死了。你们看一下龙豆的伤害有多爆炸就知道了。那个屠宰者一下去，那三刀伤害很爽，打不死十钻。好啊，现在下注啊，六分钟他会不会死？不用，六分钟，如果他没死，你直接屠一单，直接做个纸的箱子，然后靠背啊，玩错剑了，完了，浪费了一次屠宰者。我刚往下拉了一下，不会啦，可以死的，五分钟，可以啦。我说过，如果今天我打不死他，我一定把这锅往你们脸上狠狠的甩哦！我一定拍桌靠北你们，嘴没了，不用担心，他会死。玩得这么惊险，拜托你不要再晕我了！快死，拜托，求你快死，快死！我快没水了！哎呀，不要再晕我了，拜托！不要掰，不要掰，不要巴巴，不要巴，不要巴，他会死，相信我，相信我 ，Trust me，you can make it。49万，然后我们手动刷屠宰者。刷爆你！倒数三分钟，不要玩这个，不要跟我玩旋，不要浪费我一周。炎魔，你们撑住个屁啊！你们不要帮他加油，你们帮谁的？你们帮哪一国啊？讲清楚哦！我干你的海运！20罐水 ，no！ 我不想。没有啊，没打死他，这个礼拜就不能开了。一个血，我怎么还讲话？他怎么还讲话？还有一阶段吗？不会吧！我他妈的狂战，你去死吧，烂狂战！他怎么还有一阶段？不是刚刚已经伊他没有扛起了？完蛋了，打不死他，还有一阶段呢！我操你的！敢直播绕赛，完了，我好闷哦。不跟你们讲话。
吧，死吧，去死吧，去！哎，靠背啊，干！我没有攻击，我干你老师！啊！为什么攻击停了？干！我竟然没有那个经验药水。46秒，45、44、43、42、42、41、40、39。不要！哇！谁说打不死？哈哈哈哈哈哈！舒服。下次谁再让我测试狂战刷研磨，我一定把你剁爆。我先要点加七内衣，你们等我，这边有一本，来，我们来制作。来，我们今天需要什么呢？我来跟你们讲，我需要一个加七的力量内衣，70血，我缺这一个。Go， 力量内衣啊，说来就来，直接来。等金币直接来，你有快20枚欧灵也太多了吧，也太多了吧！我你有20本欧灵的话，直接做收集品吧，把那种过一的收集品先做一做吧。我欸，裁判，有2本欧灵都给我垃圾的吗？都给我卷轴的吗？我不懂欸，为什么我玩游戏这么惨？也太扯了吧！我欧林，欸，欧林要出最左边的不容易欸，我还2本连续，你们自己讲这个凭良，你们凭良心讲，这是不是太夸张了？有种，再给我一张，有种你就再给我一次啊！你有种，你再给我一次卷轴，我就关台。出左边几率不高啦，这是欧林欸，来吧，力量，欧林是对我来说是很难存的东西，他这样搞我，我这个月白费了。你带种就给我六楼卷，我看你敢不敢给我下去，我跟你 all in 来，各位，他如果给卷的话，就别怪我无情，别怪我，干你老师六楼卷，我想要点个内衣又不让我点，搞了半天还在外面摩擦，还没进洞，这种感觉，我已经有一颗了，我已经有一颗，我还做一颗，搞屁啊！我他妈再看一次，你有种给我3楼卷，你最好是给我3楼卷。工程师气跨麦，来 ，all in， 你带种啊，你不要逼我发飙啊，我宁王不是好惹的。来人呐、啊，发飙啊！啊！这什么妖术？以后你们看不到点妆台了。他不让我点装，删掉，垃圾！你们这样子还可以玩得下去？我天啊，我没看过4本欧灵都给我卷轴的，我，实在很不想要拿蓝布去做这个可以转到的东西耶，很烦。他让我做出来，我直接冲爆我也爽。他现在让我，他这样感觉很差。好啦，我们做内衣吧，我生气了。来吧，这个就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刻印的嘛，就先上，就是白房子上加五，再上住房。啊，你如果让我加七，我能接受。欸，好像节奏来了，看来今天要让你们失望了。好像前面那个只是效果啊，加七内衣2件出1件，很合理。骗到2张住房，你们那个你们自己编自己300秒，什么骗2张住房？你看有道理，我是不是被系统骗2张住房啊？啊，原来是一个住房商人的买卖。他让我过的话可以啦，他让我加七，拜托，我们今天多70血应该不过分吧？我的手掌细胞都死了几千万了，好像有感觉哦，恶报一过的感觉哦，来，恶报一过，啊，哇，再报一件点，再报一件报一点，我。没事，我们现在。找事做，很不爽啊！我被吃了1000多钻，我刚刚被吃了2张住房。我们回应观众的之前群组里面人的需求啊，他们说什么加9爱亏刻印的超硬，我看有多硬，我就看你有多硬，50顶来，爱亏50顶。我们今天就点一堆加8，再搞加9，来吧，慢慢来，不要急，这个我们只是尝试啊，搞不好这50顶出1顶加9，我就笑你们。我是谁？啊靠药，我是。点装达人加8爱亏很好点，搞不好这7顶就有1顶加9的，打你们脸，打得肿肿的，
好啦，正式来了，加八，来加八，来加八，至少来一顶吧，至少来一顶，有了吧，加八一顶，一百顶一顶加八，加九，直上加九，来吧，加九，拜托，上电视一百顶。Hello， 大家好，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记得帮我订阅、点赞、加分享，期待日后能带来更多悦耳的打击声。我是丁丁，我们下次再会啦，拜。